下面呢，请您欣赏《歪唱太平歌词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知道你们大伙是为了我一个人这么拍，您一个人，好，你在这儿，干嘛装傻是怎么着？我这站半天了，我比你先上来的，是啊，好心人啊，没往心里去，我没看见，我是站在观众的角度这么考虑。哦，啊，我也知道大伙的意思是吧？嗯，你先出来，我不出来，他们就走了。我至于那么惨吗？我这是没有办法，民心所向嘛，是吧？没事做块匾挂你们家门上去，干嘛？让大伙儿知道知道这屋里坐的是谁。怎么写？民心所向啊！你不认字？谁不认识字？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上来就别扭的。不是，我突然间觉得我跟你站一块儿，我这个挺耻辱的。我招你惹你了？我说相声来说都得找这门当户对的，能力差不多，找这能力差不多的。啊！我刚才跟后边想了半天，我觉得你不够有演员的资格。我怎么不够演员资格？真的啊，这同志大伙儿，我不能说别的啊。您说没关系，好了，这篇接过去。您别这假大夫啊！您就等咱们出一个谜语，大伙儿猜啊。我什么谜语？话说到这份儿上了，怎么了？你说是怎么了吧？我也不往心里去，拉倒这事儿。这我往心里去，那你自个儿消化去吧，是吧？什么消化？说远瞧灯笼大，是吧？对，你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。上咱这以后，咱合作，咱还得时间长了。你说不清楚，大伙瞧瞧，搁在心里头。哎哎，急赤白脸的劲头，看见了吗？你拿我来说，我带线吗？我往心里去了吗？废话，你挤得完我了，你往心里去什么呀？你要这样话可别怪我对不起你啊！你干嘛对不起我？你说我今天我喝出去了。干嘛你啊？中国相声界最大的一个黑幕。你说我今天跟你大伙说。你说没关系啊？没关系，来。要不咱改天再说。您根本就没得说。我说出来，我怕你受不了。没关系，我承受得住。我为什么一上来对他这样呢？啊，这个人这个智力有问题。怎么有问题了？得，就说到这儿了，不多说了。你呀，你也别往下编，你该怎么说你怎么说，没关系。打小啊，嗯，其实我们发小，打小学相声一块儿，那会儿他就不灵。怎么不灵？老师很为难啊。啊，我们这一波都来了，他这个怎么弄啊？嗯，上医院一透视，他这脑仁跟松子这么大，就这么点啊？半拉松子还是？松子一个都不到啊！就这脑子，你说不用他退回去让人笑话？嗯，留去能干嘛呢？嗯，烧锅炉去。啊，怕他偷煤吃。我吃煤呀，是怎么着？是吧？怎么办呢？得了，看谁最聪明。哦，郭德纲最聪明，你带着他，你这算扶贫了，知道吗？来吧。什么扶贫呢？我这才带着他。哦，你带着我。做演员他不合格。怎么不合格？不合格。怎么不合格？我们有四门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。对，他不全。说，你说那嘴跟棉裤似的。他但凡说的好，不就站外边说了吗？为什么？他哆嗦，你们知道吗？挡着呢，这桌子看不见。对啊，对啊，哆嗦是吧？这能扶点桌子，能站稳了。我要站外头都站不住。早躺下了，早躺下了。你站外边没有折叠床，你知道吗？我躺着那就改小品了，知道吗？是吧？啊！你别糟践别人，咱就说你。糟别人干嘛呀？我也不至于。对你学，你说你能学什么？什么不能学？你学狗看看。我这挺好人，我学那玩意儿的。你看看学不了吧？逗你，也别说看着倒挺逗的啊，挺逗的。看着逗像话吗？唱也不会啊。唱我最拿手。大伙知道五音不全，就剩一个音儿是吧？剩一个音儿倒是也唱。咱别提那个了，成不成、啊？真正的唱他都不懂。唱怎么不懂啊？说相声的唱什么呀？你说呢？唱太平歌词。这是我们本门唱啊。说相声不会太平歌词，你就不算一说相声。对啊，四门功课短一门。至于唱戏、唱大鼓、唱歌，那是学。嗯，学唱。是啊。知道吗？你看我们有一个乐器。嗯。看见了吗？是。两块竹板。啊，竹板。这叫玉子。对。说相声非得会这，是吧？嗯。
不会这个哪行啊？是啊，唱起来也得好听啊。您唱吗？啊，您会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我这意思，你看。什么意思？您唱啊！花点儿，花点儿，你打完了，你唱。好听，张嘴，让你来段小曲小曲。啊，你看，嘿，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舍己的清香，这春游。那西雅桑荷花映满了池塘，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，我表的是峨眉山泊舍下雪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。可以鼓掌了啊、嗯、什么叫鼓掌啊？行，你别给他鼓掌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！谢谢谢谢谢谢各位。您就唱这么几句，还舔着脸要掌声？这个一般就没有，怎么没有？尤其他这个啊，智力不行，知道吗？您还挡着干嘛？能瞧我这个？他后期啊，在我们团里边就跟厨房忙活，厨子。你要问墩上面二，这他内行。您啊说话太损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咱抛开别人不谈，就拿我来说啊，小时候也是科班做科、啊、也学过这个四门基本功课，这唱本门唱太平歌词我们也学过，知道吗？哦，说什么说什么呀？抬杠比打饭挣得多什么的。您这什么话呀？这叫我问你啊，我刚才唱的这段白车传是什么名字？未必记得住。我说啊，您是拿我当傻子了，还是您自己是傻子？啊，你就说吧。您都说出来，我还说什么呀？什么《白蛇传》呢？嚯，这药别停啊，管用。干嘛？我这药拿的，管用。看出来咱这人厚道了吗？厚道啊！给他递话让他明白，这同大伙说不上来，嘎嘣搁这儿，我心里受不得呀。我不用这个啊，不用这个。你要这样话，这可不合适了。怎么不合适啊？同大伙，你这是栽我呀？干嘛？这抬杠吗？我要是再来一段，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您唱哪段，我都知道是。好，我再给你唱段《韩信算卦》啊。啊，汉高祖有刀过江山，有军灯陈贤斩命案。行了，有人啊，行了行了，别往下唱了啊啊，换段别的。你他不知道吧？他不知道吧？我废话，你前面都说出来，你再让我说，我说出来也不好，不说出来也不好。啊，我说什么了？你不记得咱俩搅和吗？你们就好，您说什么您不记得啊？韩信算卦呀。哦，了不得你啊，我再来段你就不知道。唱啊，你唱唱唱啊，这是抬杠啊，这是啊。你就不知道你会不会啊？是会，你唱。那庄公闲游我的汤城西，听我的，别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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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庄公闲游出汤城西，您要唱这是劝人方，对不对吧？讨厌的这个人，看见了吗？怎么讨厌？讨厌啊！你们几位也真随和。还给他鼓掌？怎么？我说对了？哪儿你就对了？怎么不是这段啊？废话，我唱完了吗？说啊，我把这几万句唱完了，你说哪有那么长啊？没那么长，我没唱完呢。庄公闲游，庄公闲游多了，还有什么？废话，你唱说一千多段呢，听这都要过日子心，你知道吗？不至于，你唱 我跟你能一样吗？我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，嗨。我就甭提这个了，您这句不是这句，你唱能跟你一样吗？我往下听，我看怎么不是这句，一样吗？是你没唱的能一样吗？那庄公，
趟城西，出趟城西，南北角鞋子圈下去了。哎，这学术性太强了。这有什么学术性的？这个城南北角啊，城南北角跟你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有吗？没有。你会吗？不会。你不吗？不。哎，不。哎啊，唱起来我胡啊，好像唱这多了，这知道吗？哎，这太多了，这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，好唱瞧见了我舅舅今天他要歇班。你舅舅歇班让我们瞧见了。我舅舅国庆节放了这30年的假，让人开除了吧。他要到北京小大会去听点相声。哎，乐呵乐呵。我舅舅是我的舅舅，他是个男的。废话，我是他的外甥。还外甥呢。我愿意他来听我的相声。哎，好。我舅舅夹着狂风来的多么快，让风刮来的呀，拨开了云头就看个分明。我就驾云了。我舅舅说哎哎，郭德纲，他的舅妈，我的老伴儿，你快点出来呀。哪儿藏着呢？这个我舅妈电不宁腰上了云头。好，真灵。他二人以前以后飞得多么快。好，飞了。我舅妈说说亲爱的，还逗闷，我的老头子这怎么弄个花板，这管什么呀。我的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死的玫瑰。我什么都有。我的舅舅说是，哎呀哪儿那么些感叹词。哎呀哎呀，你瞧见什么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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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七八糟。我舅舅说完了，谢谢各位。什么叫完了？这深了啊！行了，这跟昆曲相提并论，你知道吗？听说过。这个创作的思路很前卫。行了，您甭说了，您唱什么了？这好不好？好什么呀？什么都没听见，弄一堆话脖子，完了。这深了，这艺术什么深了呀？这是艺术，说实在的，好听，好听。我说，啊，您那段唱完了？哎，唱的不错。好啊，再来一遍怎么样？天不早了，家走吧。别忽悠，等家垫着，家走吧。哎，这不有说的吗？你们不听完了吗？不过瘾，还听？哎，对，真听。来吧，别耽误你们功夫，我说。没有。啊？我们都请好30年假了。哎、好，真要听了。哎，你也要听啊？听啊。好，嗯，你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。甭说了。再来啊，来吧，错不了是吧？你看，庄公先游出趟城，南北角瞧见了我二大爷骑着一辆自行车，他要不看我的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不一样了啊！啊，刚才你舅舅现在给二大爷了，对啊，对啊，怎么对啊？这就对了，怎么这玩意儿？他就一次性的，没听说过。